好，咱们看这个针灸这个学科，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咱们有这个经络学、输穴学、针灸处方学，唯独缺了一个什么呀？诊断。我们针灸没有诊断学，我们针灸没有诊断，针灸大夫号不号脉啊？针灸大夫号不号脉啊？老师说了一个古书上的说，就是但闻其病，就是你但闻其言，你就说吧，我不号脉，你说什么症状，我就跟你的症状去给你调。他说针灸大夫其实是不号脉的，就是古书这么说的。其实呢，针灸大夫不是不号脉啊，他号的地方更多呀，他有一个触诊。别激动啊，别激动，黑色血的。疼不疼啊？不疼啊，先拿那个消毒的。你要没颜色的那是水啊。你扎针的时候有疼不疼？不疼。以前疼不疼？对。现在你往上走了一下是吧？现在肩膀还在那么难受吗？松开了吧？淤血。对，对啊，很正常啊，很正常。你看是，它是出来的是淤血，还是扎到血管？怎么看啊？你擦干净之后，看它有没有鼓一个小包，鼓一个小包。如果扎到血管的时候，它会鼓一下的。就说扎错了，扎到血管会出来。如果是瘀滞的话，咱们说的有经有络吧，它这病在络脉上，没有在正常经脉上。擦完之后，没有。